Got it. 家贼. Hi, 各位同心, 大家午安, 大家好. Oh, 我呢看见呢, 默默呢, 吼, 啊, 感谢大家呢, 在寒冷的时间, 吼, 啊, 在这, 时机不好的时阵, 啊, 大家肯出钱出力, 哦, 了时间, 哦, 来这, 大家做来演习, 吼, 那么我, 今天要讲的这个主题是 台湾主权地位和自治建国的模式， 咱大家来做一探讨。 来，我先 民意调查一下， 听不懂台语的请举手。 哦， 少数啦， 这样我尽量用台语来讲。 另外 我再民意调查一下， 北美北方管有三个国家，一个日本，一个美国，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啊，要有美国管的请举手。好。啊，要有日本管的请举手。哦，我那袂少。啊，要有阿强阿管的请举手。哦，好，感谢哦。恁的心里有看法同款。 啊，咱咱咱共国的啦吼，好，啊，我搁问一个问题，若有美酒甲美女，啊，你要选对一个，若要美女的请举手，嗯，敢问影大家，拢无迄个，啊，要美酒的举手，嘿，对，看证件无毋对，那我要看年份，对吧？ 美女嘛爱看年份吼，啊美酒嘛爱看年份，对吧？吼、哦，酒是愈甜愈香，吼、哦，对吧 ？OK， 我是今日打瞌睡啦吼，啊，先跟你讲一个小笑话，啊，来进入主题啦吼、哦。我今天所要讲的这资料，拢伫咱林秘书长伊所出的册吼、哦，来你看，美国军事占领下的台湾，啊，这本目前。 无已经无册也未完啊！哈，啊，第二个台美关系关键报告，即咱遐也有吼、哦、红色的皮，因为咱台湾跟美国关系足密切的，什么都是目前看起来拢美国说了算啊，所以咱跟美国到底什么关系，这本册内底写了足清楚，啊嘛足浅显易懂哈、哦。啊，你来迄本读了，一定要去读后壁即几本哈、哦，台湾最终地位，尤其。 新台湾论，吼，啊，即应该咱各级班每一个人拢一定爱有一本，即个目前会使讲咱的民政府的政要的法理论书拢伫内底，吼，啊，过来就是网站咱的民政府的官网，吼，咱秘书长三工两工就会出张新的文章，吼，自由时报电子报即个在参考，吼，啊，台湾海外的网嘛定会刊咱秘书长的文章，吼，啊，甲咱迄个。 美国的迄个副主席蔡明华，吼、哦，伊，哦，像即阵伊咧演播的，讲变怎请身份证，即有诶无，吼、哦，啊，真趣味，吼、哦、，OK 。那么今仔讲诶，即个希望讲，互咱大家会当了解台湾近代主权地位变化是安怎，吼、哦。那么台湾目前法律状态是啥款？啊，过来，咱台湾未来若要建国，有对几个可行的方案，吼、哦，啊，咱有国外的实例来参考，吼、哦。 啊，过来就是要清除中国国民党67年来，甲咱台湾人放毒吼，下一寡假思想吼，啊假资料，吼拢拢敢骗，吼拢用愚民教育，有一寡错误的观念，拢来甲清除出来哈。啊，过来就掀开咱台湾各项法律的真相。OK， 好，谢谢。好啊。 希望大家咱做伙来共同写历史，吼、哦。虽然咱遮无介济人，但是咱是珍贵的少数，吼、哦，都敢那选少，吼、哦。大家有这个勇气敢来遮，吼、哦，这就真无简单啊。吼、哦，因为足侪人你较少，讲去会用你也以为，吼、哦，足侪拢要过迄个心里要过有小警钟，吼、哦，会自我设限。OK， 好啦，啊、我今日要讲的这个目录哈，台湾主权地位现况，啊，这介绍人咱应该拢知影，等下复习一下哈。过来，美国美军军事占领台湾的
迹象啊，甲法理依据哈、啊。第三，主体建国的模式来探讨。第四，台湾独立建国以后，爱负什么责任，啊，佮有甚物风险？哈、啊。那么，台湾伫美国军事占领下有甚物优点，啊、有甚物好康的哈、啊？第六，台湾要加入联合国，啊，甲中华民国要重返联合国，啊，咱来甲分析哈。啊第七就是中华民国刘邦总伫台湾今年总统大选，咱来检讨哈。特别理想建构台湾的未来的模式有啥物款哈？第九检讨本土台湾人对美国的期待哈。啊，这等下一两人来讲哈。OK， 啊，我姓潘，之前我拢介绍讲我住伫水边的番，啊，安尼大家较好记。下骹阁有蚕，我顶悬蚕顶悬阁会出米，吼、哦，所以这个生袂歹，吼、哦。啊，我是平埔族高平地区的马卡道族，吼、哦。啊，那么过去咱贵牧师吼、哦、教务长也常甲咱讲，你若手弯开，只有一条绳，100%，咱平埔族的后裔，哈、哦。啊，过来脚尖头的上尾啊，鸡吼，上细鸡的，然后必顺的遐是。啊！你若不相信，去迄个马街病院，迄个林玛丽教授专门咧研究咱台湾的 DNA， 抽出来，伊的结论是85%的台湾人所留的血，内底是85%以上拢是原住民、平埔族还是高山族的咧血统，哈、哦。啊，所以咱莫袂记家己到底是啥物人。有时啊，有诶，我捌听讲，我自我介绍讲我平埔族个，伊讲哦，恁平埔啊。牛背音去哩，吼、哦，或者就较无尊重啊！我是希望，搞不好你家己本身是平埔族的，啊，你咧讲讲你平埔啊，哦，车就较大只，车就较细只，哦，对吧？吼、哦，食药甲食药啊，无啥共，哦，台语这个变音的变化都该注意哈。OK， 那么我呢？自民进党成立，我就加入吧，哈、哦，我算主任的党员。但是后来，都习明德甲柯俊龙做主席了，我作失望，啊，我就冷淡。我不过发现讲，哇，有一个建国党成立，哇、哦，啊，这个目标足明确，哦，我就随加入，开1万块做永久党员。啊，不过无两年，都许民进党渗透。啊，甲瓦解掉呀！哦，因为民众惊讲，我遮拢全，迄个关注准诶，拢教授、律师、医师、工程师拢师资辈咧。哦，啊，遮哪有加滚起来哇？啊，阮民进党一般诶水平较低，安尼绝对民进党也有取代。啊，所以想办法去甲加入1000个党员，啊，甲并办。哦，所以民进党真正我足失望哈。啊、那么，伫我转过冷淡，伫我咧种园艺嘛，哈，种一寡树啊、树葡萄这方面，啊，我着较悠哉悠哉，不插细事。啊，我逐工，吼、哦，要经过高雄市的551路，加迄个平交道遐吼、哦，我逐工拢驶过遐过，本来拢遐有一个地下道啦，啊，地下道着因咧做捷运轮放伊吼，封起来，全拢行顶外，啊，我后来讲。啊，哪有一支旗安尼啦？讲迄阵我咧看雾雾看无呢，讲哦啊，这美国旗啊内底有一个台湾啊，这美国总公司这直销公司来台湾开分公司的款，我是看做安尼啦。好啊，后一天就是去迄个病院替阮爸爸摕高血压药，迄个要迄个啥，摕一个摕一个月款的哈。长签啦哈，啊啊！看报纸讲有一个广告，哎、欸，这敢那日军的广告呢？啊，有电台，吼、哦，我着啊，佮讲7月当时要伫高雄市的舞庙要演讲，我着转电台咧。哎、欸，这米康派会下呢？我哎，迄天拜六我着去参加伊演讲，哦，去敢那听秘书长开始讲，哦，伊本即个设计啊，哦，我着伫遐个。规个心搁即个，无本来已经冷个，差不多剩16度啦。啊，即马煞一个吼，拢38度，
即摆要38.5度，咧发烧，甲真烧也袂退。吼、哦，对我对秘书长对甲即摆安尼啦，吼、哦。啊，所以真侪人真拢甲咱误会，我讲咱拢咧共骗的，吼、哦。其实足侪人无了解，吼、哦。啊，所以咱爱较用较谦卑、较柔和的语气来甲伊讲，莫甲伊收钱哦。我足侪咱的同心吼，足热心的，吼、哦，一直要甲敢若好物件，要一直要。要甲钱人个拿来滴，啊，钱甲暗棍已经足大滴啊吼，唔好，迄拢会变烧烧钱变烧命啊！本来咱是一个好意，讲，就敢若讲，啊，咱去面店，安尼牛肉面食迄个牛肉面，哎，即啖好食，来甲伊报，用迄个心态，哦，去打赞呢。阮兜民政府这个吼，这个法律都对的呢，哦，爱用较谦卑柔和的心来甲面讲吼 ，OK。好啦，咱来复习一下啦。OK， 1945年9月7日，因为前头一礼拜，咱的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啊，麦克阿瑟跟日本签这个受降书了哈，啊，发布这个第一号命令，命令蒋介石的部队代表明军来受降，来占领台湾。啊，咱再注意甲看。那是蒋介石部队，那不是用国家的名。一般，哈、哦，像讲北韩，哈、哦，北纬38度线以北，甲东北地区是向苏联这个国家的远东的总司令来投降，因头前有先挂国家的名。啊那，迄、那个北纬16度，迄、那个，哎，叫做北越，是往那看台湾。包括朋友向蒋介石来投降，啊！你看这里都无国家名，吼、哦！啊，北纬16度以南的越南是向英国，吼、哦，这边的总司令哈、哦、来投降，吼、哦！所以你注意看，迄阵就是因为有可能以后战后的国共内战，什么人要占领，什么人要代表中国，要搞不清楚，所以麦克阿瑟将军伊。敢那用蒋介石的部队来占领台湾哈 ，OK。结果在1949年，真正蒋介石大败退哈，撤退来台湾。台湾，这是因是武装的难民来入侵台湾，非法入侵哈。因为一般的难民，你讲像两伊战争，哈，啊，是这个伊拉克去打科威特。我这难民啊，四散走去别个国家，穿越人的边界，你比遐做难民，拢爱做谦卑，吼、哦，拜托这个国家来给保护。但是这个唔是哦，哦，这个查埔起来吼、哦，咱无法哩呢。啊，咱迄阵咱1945年10月2号，咱咧在用缴械啊，吼、哦，咱日本军伫遮的武器拢已经缴械啊，所以咱本身无武器，所以也唔敢跟革命叮当吼。OK。就该调样吼，好，啊，咱即马来复习，好，咱秘书长10月2日2000年控告美国这个代志吼，这是咱本土台湾人伊典范哩，甲咱判讲，咱台湾人无国籍嘛，吼 ，OK， 爱当去上座，咱去上座到这个高典范哩去，啊，本土台湾人的定义就是1945年8月15日迄个时间点。啊，是9月7日，麦克阿瑟发布第一号命令的时间点，迄阵中国人拢还袂来，啊，住伫台湾，包括伊后代这些人哈、哦。啊，这个2009年4月7日，联邦的高等法院判决，台湾人无国际承认的政府，哈、哦。即马这个是中华民国政府，唔是咱台湾人的政府，哈、哦。啊，台湾人还佫生活伫这个政治炼狱当中，哈、哦。Okay。啊！伫2009年的7月7日，联邦法院接受咱个上诉嘛，哈，这个案件，这是头一届台湾人向联邦的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哈。OK， 啊，这是依照国际法、战争法，哈，啊，甲旧金山和平条约，甲美国宪法合法提出告诉，哈。OK， 但是伫无外久。2009年的8月7日，美国政府就是国务院所派出的代表，因
宣布放弃抗辩权，哈、啊，这代表啥意思？就是讲，咱所告原告，哈、啊，所告的这代志，拢对的，啊，所以因唔敢阁跟咱争论，因为因阿阁继续辩论落去，作个真相会向咱掀开，啊，对美国来讲会作无民主，啊，尤其美国国务院，吼、啊，因可能拢阿未准备好势，阿不要甲台湾的地域完全掀开，所以伊暂时就用。这个放弃抗辩权，好、哦、来处理哈、哦。OK， 啊，十月七号，联邦最高法院，我那美国人伊嘛有一个想法，就是讲，那伫阮的行政部门还袂准备好势，我司法部门就用搁置，哈、哦，这代志搁置本案来处理哈、哦。啊，待审哈，咱、哦、唔是告诉哦，是还袂搁，因为。比如讲个，美国遐侪大案，啊！伫最高法呢，美国干呐最高法呢，一年提到100件至105件起来提审呢，吼！啊，剩个就请暂时迄个待审 ，OK？ 好，啊，这个就是讲，啊，美国政府对本土台湾人67年啊，哈，诸多刑事不再抗辩，表示全部确认法院要求美国政府今后爱。依法正确行事，啊，依照旧金山和平条约的规定，哦，来跟咱台湾民政府来配合安尼。但是伫个过数中间吼、哦，发生这件代志，美国派出的这個律师哈 ，Peterson， 伊伫联邦法院有答辩讲，美国并无台湾的法律主权，伊讲这句话是对的。美国无咱台湾的法律上的主权，但是伊有啥？伊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哦，这就是啥物原因？伊有这个管辖治理权了，伊阁授权予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大家甲咱管理哈、哦。那么1945年的4月7日，日本天皇有下诏书，大日本帝国宪法施行于台湾哈、哦。那么。其实，伫1937年开始，就已经有华民化这个措施啊，哈，啊，就叫咱台湾人爱去学日语，哦啊，学穿因的衫裤，啊，学剑道，啊，茶道，吼，啊，柔道，对咪，哈，啊，包括，诶，改一本名，嘿，啊，或者国语家庭你看啦，嘿，啊，过来学食沙司面，好，嘿嘿，啊，这就是。内地一同化哈，是要学因本土就本土哈。啊，伫1945年的4月7日开始会当带台湾征兵，哦，这是一个主权的象征哈。啊，迄阵咱台湾人已经，这个大日本帝国宪法是资料，咱就有参政权甲参战权。OK， 参政权就是讲咱会当派3个参议员、5个众议员去这个。日本本土的议会，哈，看民多参详国政。啊，台湾依法的变成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哈。OK， 那么其实蒋介石就只是代理美军占领台湾，这是一个国家甲国家国际间的委任关系，哈。啊，这一定去看。杜勒斯哈的这个不也做个国务卿，这个杜勒斯看日本的首相吉田茂会会谈的记录了哈。后来，咱来看讲，是安怎日本东京的靖国神社，还佫有供奉39100个台湾的英灵，这人大部分拢是第二次世界战死的哈，就是讲为了日本天皇来牺牲生命，这人会下伫日本的靖国神社。那么建后，韩国嘛有真济人，来是供奉伫日本靖国神社，但是因就韩国不要独立，因就甲日本靖国神社内底遐人拢请倒去。那么咱台湾中华流亡政府的这个高金素梅这个立法委员，嘛捌去这个东京这个靖国神社去查要甲遐原住民的迄个灵位要请倒去，日本无爱。因为呐，高金素梅伊号称伊是中国人，啊，这个人死则是原住迄、那个高沙族的
高差义勇军大部分拢是遮个嘛，啊是正港个本土台湾人，吼、哦，啊伊无请人啊，就是讲咱要阁跟日本要阁连接在一起，咱也无独立，也无建国出来，吼、哦，所以台湾要阁日本大日本帝国个，吼、哦，为这点话呢，这样看出来 ，OK， 好、哦，这是去年12月21日，吼、哦，咱伫去靖国神社甲祭拜咱个台湾个英灵所翕个相片。啊，真侪咱各位拢敢若捌读过马关条约这个名词，啊，结果拢毋捌看到伊个内文，吼、哦，啊，这个内文内底讲了足清楚，着大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甲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为着订立合约，比两国人民呢长寿和平，吼、哦，共享幸福，度过将来纠纷，吼、哦，即啊，所以咧，这是皇帝对皇帝。所以这块土地是咱日本天皇的哈 ，OK， 啊，各保，但是天皇无可能亲身出兵嘛，啊，所以有委托李鸿章，啊，甲日本人是用伊这个伊藤博文这个首相，啊，总理大臣，啊，甲外交部长老中光出来，啊，因拢有校对因皇帝的命令出来，哈、啊，有校对过，哈、啊，那么。马关条约内底内文第二款，大清帝国将管理下开地方之权，并将该地方所有的堡垒、军器、工厂、甲一切属公的物件，永远让予日本。永远哦，啊，注意这个永远。啊，这是国家国签的国际条约，吼、啊。啊，所以中国人拢讲日本侵占台湾，啊，咱秘书长讲啊。台湾一地遐大地，是变到头体遐地条，变到下到落地遐头体，吼、哦。第二项就讲，包括台湾的全岛，甲所有的附属岛屿，拢永远割让给日本，哈、哦。啊，第三，澎湖列岛，吼、哦，啊，这有迄个东京，吼、哦，几度甲北纬几度这个，吼、哦，诶，诸岛屿，吼、哦，就是遐小岛，吼、哦。而且，各派两个。官员双方拢爱派两个官员共同划定疆界，好、哦，就地踏勘确定划界。咱民间买卖一定爱地政署所派员出来监界定界址，哦，啊，这就同款这个意思，哈、哦。民间都拢安尼做，何况讲哦，国家甲国家咧割让土地，哈、哦。OK， 好，第五款就是伫这个马关条约批准互换后。含两年之内，日本准大清帝国哦，要带伫台湾这人，伫两年内，你家己决定，你若不爱做日本臣民哦，你会当变卖所有的哦家产哦，啊退出界外，就是你等于你中国清朝了，中国。但是两年满了，啊无迁徙走的，足以视为日本臣民哦，过来就是两年后就是变日本的臣民哈。那么，咱来检讨讲有关台湾地位国际条约、法律、宣言，甲因的位阶来做比较。哎，上重要两个国际条，第一个就是马关条约，日本叫做下关条约；，过来就是旧金山合约。这两个是有关台湾地位上重要的两个位阶嘛，上关，因为这是国际条。啊，过来嘞，你看台北合约，啊、因为。伊个母约是旧金山合约，哈、哦，啊，这个台北合约已经因为日本含伫1972年含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所以台北合约就失效呀，哈、哦 okay。那么美国含中华民国断交1979年1月7日，啊、哦，因为美国设立个台湾管理法，哈、哦，啊，这是保护着台湾人。但是嘛，同时保护到中国人，哦，就是遐难民，哦，就是 people on Taiwan。啊，所以咱必须用足坚决讲，爱把这个台湾关系法废除掉，咱来回等于这个旧金山合约，好、哦。过来开罗谎言，这骗人啊！哎，干那一个新闻公报呢，哈、哦，啊，伊拢用中华民国拢讲，根据开罗宣言。台湾已经回归中华民国祖国的怀抱，哇，这种骗人哈！因为这位阶给个
用呛声尔就对啦，会使讲是呛声。啊，恁兜是阮兜的啊，安尼，恁兜是阮的安尼。好，好，小杰就讲，台湾的军事的国际地位就是日本天皇所属美国军事占领，流亡中华民国代理占领。OK， 好，啊，咱即马过来看，美国军事占领台湾的法律依据，甲伊的迹象。OK。我这头都讲麦克阿瑟一般命令第一号哈，这是由美国参谋联席会议拟定，在1945年的8月17日，由杜鲁门这个总统核准，授权麦克阿瑟将军在1945年的9月7日，咧对日本首相日所发布的命令哈，命令蒋介石代表民军接受在台日军的投降。OK， 美国是日本台湾的征服者，所以伊有权利来分配。盟军占领区，哦，就我头拄仔讲的，哦，那个咧北韩，那个北韩以北甲东北是向日本，不向那个苏联军的总司令、远东总司令投降，哈，就是头拄仔讲的。来，旧金山合约，哦，伫1952年的4月7日生效，伊的第二条美讲，日本放弃台湾甲澎湖，啊，要讲较简单，就放弃台湾甲澎湖的。管辖权呢？领土主权无放弃哈。啊，伫23条 A 确定美国对日本是主要占领全国的身份哈。啊，当然，这个日本就包括日属台湾哈。OK， 那么台湾管理法，伊是伫1979年的4月7日才订立，但是伊追溯到1月7日，哈，安尼开始连接一条，哈。那么，美国的伊是美国的国内法，美国是依照旧金山合约，伊才有这个权利来定这个台湾关系法，哈。咱拢唔捌听过讲有英国台湾关系法，还是法国的台湾关系法，哈。台湾关系法内底第二条 B 之六甲 C 规定，维持美国的能力，以保护台湾人民安全、甲人权以及经济制度稳定。哦，这是美国伊为着台湾的安全，所以有设这点哈。维持美国能力的军事武力，哈。OK， 那因为这是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的权利甲义务，伊才会当定这个啦，吼，甲咱保护起来，吼。好，啊，伫1996年，彭明敏甲迄个李登辉咧选总统，吼。啊，彭明敏讲两国论，啊，所以啊，强化作社会团伫咧基隆外海甲高雄港外海，啊，美国就随派两架航空母舰战斗群来借赴台湾，啊，这要开足钱钱，吼。啊，你认为是来交友还是远足？啊，是美军食饱上瘾，拢毋是嘛吼？是为着保护伊美国本身的利益，包括保护头拄仔咱讲的迄个台湾关系法所讲的台湾的人民的生命安全甲财产的吼保障吼。啊，这是美国吼依照台湾关系法，伊有这个权会当派兵来。哦，你一般你若乌白塞，你甲塞卡哇迄个阿强啊，像讲伊的航空母舰华盛顿号。今年初，塞卡哇、黄海、阿强啊，就开始哀啊，在咧干啊，在咧抗议啊。吼，因为这是武力的象征，哈，军事的行动，拢爱尊重海域附近的迄个国家，袂使讲塞上外，因为迄有危险性，吼，威胁性。好，伫1982年，美国的雷根总统有对台湾有6项的保证，啊，这是因为迄阵要跟阿强啊签八一七公报。啊！蒋经国足紧张啊，台湾人嘛足紧张。迄阵足侪人都拢咧申请移民，要去加拿大啦，还是美国、澳洲、欧洲哈、哦？台湾人迄阵真惊吓，唔知签八一七公报会甲台湾佫出袂去袂哈、哦？啊，所以蒋经国靠我那透过管道要求美国总统雷根哦，爱对台湾有发表一挂保证的声明哈、哦。啊，所以就有即几。这个6项保证，咱来看哈。
你跟刘长鹏在第一个，美国无伊对台湾的军售设下杂志的日期，美国未就对台湾军售的议题，首先甲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磋商。美国未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压力之下，来停止对台湾的军售。美国未修改台湾关系法，吼，甲阵台湾关系法无修改到半厘，吼。美国无以扮演台海两岸的蒋介石，美国未施压迫，互台湾甲中华人民共和国展开谈判。好，以下来看。来，美国无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讲伊对台湾有主权的主张，或者咱上惊就是讲咱的主权去用接收伊哈。啊，因为美国无拥有台湾的主权，所以伊答应这点也无啥物唔对啦哈。OK， 啊，为啥来看？全世界无一个国家的总统，哦，一定讲对咱有啥物保障，或者保证。好，你看，咱唔捌听过，因为其他国家对咱有啥物承诺还是保证？如果你甲想讲，红毛中间，或者男女朋友，男方拢会保证，你若嫁我吼，啊，我保证爱你一世人，这就有一挂关系嘛。啊，若无关系，伊甲你保证要创啊？吼，啊，2004年十月二五。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的迄个拍伊拉克战争，第一次迄个波湾战争迄、那个哈，被伊做个国务卿，伊去北京访问，啊记者甲问讲，请问台湾甲中华民国嘛地位是啥款？伊甲答复讲，中华民国毋是国家，台湾嘛毋是国家，哈，台湾无享有国家主权。哦，这国务卿讲。因为台湾是美国境外的国内，啊，台湾关系法是美国的国内法。美国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但是暂时由台湾管辖的所写台湾治理当局代理中啊，台湾 authority 哈。其实美国伊是一个总统人啦哈，台湾当局所选出来总统不能是两蒋哈，啊两蒋迄阵不算哈。这个你的李登辉阿扁啊，甲马英九，因拢爱看美国的脸色哈。因为啥？美国对台湾当局经常是说三道四，哦，你这样子，你那边这样子，拢安尼指挥来指挥去，啥物话拢美国说了算。哦，2000年阿扁啊选到总统，互阮足欢喜，就叫咱这独派哦，拢咧希望讲阿扁啊就职典礼讲啥，哦。结果伊讲四不一没有，咱只读了听着拢倒向遐，吼、哦！啊，这就是因为伊受到美国的操控甲指导，美国要求讲你得来讲遮，吼、哦！无一个国家的元首吼，讲咧就职，人其他国家若伊要这个总统要就职，拢会讲愿景，啊，我起来我要做啥？我要做甲好咱的民众，好咱百姓。大家丰衣足食啊，生活在安定的环境内底，哈、哦。结果，刚才咱这个总统提议讲，我这个不做，那个不做，啊，咱来看伊啥不爱做，好、哦、来，讲不宣布台湾独立。第二，两国论不路线，哈、哦。第三，无要举行统独公投。第四，无要变更国号。第五，无去统一纲领，也是国统会的问题。四不一没有，啊，弄个呢？不，我咧放屁的总统，好、哦，所以这互咱作死亡，好、哦，好，美国贺电的意义，哈、哦，就算流亡中华民国的总统，拢爱接到美国的贺电，哦，这拄啊，敢像蒋介石接受一般命令第一号，哈、哦，这个一脉相承，哦 ，OK， 你也记这个。2004年，战地组枪击案了，隔天阿扁也当选。
那样吼，霸占凯道，啊，咱另样在咧等美国白宫的贺电，迄个心情，吼，迄个咱大家应该记忆犹新。底下哪个要一礼拜好无？因伫凯道买锅造饭，按正也要冲入去总统府，对吧？啊是迄阵，啊边啊阵透过迄阵的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夏新，要求讲去问看白宫是安怎态，看当时贺电会落来。啊，你夏金华真正去问，白宫甲回答讲，只要中华民国中选会。那把迄个当选公告打起哩，半点钟来贺电就会到。我爱真正就贺电因迄个公告当选公告就要去打。啊，结果拿你带 QQ 六六，我去贴我，已经用贴破诶。结果翕相翕未了，嘛就传到美国，半点钟来贺电就真正到啊。吼，但是迄个写信尾啊，迄个美国国务院因为。以干涉内政，吼、哦，准甲换掉去。OK， 来，咱来看 AIT 即马伫内湖金湖路一百号要起这个新馆，啊，这占地两万坪，差不多台价差不多七价，吼、哦，花费美金1.5亿，听讲即马有追加预算啦，吼、哦，啊，这个以这个地价碉堡会当，听讲会当防核弹攻击。OK。那么，伊个租期是99年，佮加99年，啊，准备要进驻800名的海军陆战队队员，啊，这根本是一个新的总督府的架势，哈、啊。OK， 啊，这是美国伫东亚防卫的通信啊电站指挥的中心。OK， 啊，咱就为遮个看，美国有军事占领台湾无？为遮就渐渐大家应该会了解啊，哈。好嘞，啊，防御性公投，啊，并且伫2004年1月16日宣布要举行防御性公投，因阿强迄边有千几粒的飞弹，啊，对准咱台湾，啊，所以啊，并且就发动这个防御性公投，讲咱来买一寡啥物武器，哦，来防止哈。但是美国反对嘛，啊，所以伊公投内容就爱首先和美国过目，看了讲 OK 会使。靠你举行公投，啊，那拢无英国啊、法国啊、是苏联看，好，为只买单，看到讲美国跟咱台湾真正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哈，好，啊，蒋介石因啊伫重要的庆典会议，啊是要就职，拢穿军装，哦，因为伊家己知影讲，伊是代理美国军政府来占领台湾，你敢捌看伊伫台湾穿西装？唔捌呢。伊敢若出去访问韩国，啊，迄阵李承晚咧做总统，伊去韩国，迄届有穿西装，啊，过来去菲律宾，哦，去马尼拉访问，嘛穿西装。伊出台湾了，伊就毋是迄个军事占领者，吼、哦，啊，伊迄时阵就毋是军人啊。伫美国的这个角度来看呢，啊，咱来看军事基地对比哈、哦，来看。菲律宾有美国克拉克空军基地，吼、哦，还有一个苏比克湾海军基地。哦、因为这个 PowerPoint 伊这个软体看我的正版的可能袂合，所以一字学袂跳。好、哦，啊，琉球有加佐纳空军基地，啊，还有普天间基地，哈、哦。啊，古巴有关达纳摩湾基地。那么台湾有清泉岗空军基地。好、哦，啊，你甲注意甲看。这些所在，菲律宾、琉球、古巴、台湾，拢是过去因为战争的关系，那不是讲割让的，吼、哦，就是放弃的，哈、哦，啊，拢是美国的军事占领地，吼、哦，这拢美国军事占领地，所以美国一定在台湾设伊的所需要的军事基地。好，委任占领授权书，哈、哦，你看，1979年以前，美国还佮中华民国有邦交，所以要承认中华民国。但是1979年，跟流亡中华民国断交了，安怎？好、哦，美国的国会制定《台湾关系法》来替代这个麦克阿瑟一般命令。好、哦，其本质嘛是代理美国军事占领台湾的授权书。好、哦，啊，真趣味。啊，以前未使阁讲中华民国啊，好、哦，干来讲台湾治理当局。
所以美国的国务院通令各驻外使馆，所有的美国的官员袂使跟中华民国的官员伫公开场合做伙食饭，哈啊讲话，哈、啊，啊，其实中华民国流亡政府伊嘛是继续统治台湾，哦、啊，只是伊名称改成台湾治理当局。啊，真可惜，咱的李登辉总统甲阿扁啊总统，伊嘛是中华民国的总统，哈、啊。不是咱台湾人的总统，这点咱来分清楚。伊不是台湾的总统哦，哈，不是咱台湾国哈的总统。好，啊，咱再来看，2006年10月24日，咱秘书长林志升告美国这个抗美案这个意涵。好，啊，咱向美国哥伦，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联邦地方法院提告美国政府，结果美国甲咱收惊，咱就赢一半。安怎讲？代表美国对台湾有司法管辖权，伊毋才会甲你收惊，表示讲台湾我管的，吼、哦。无你他毋去商议，吼、哦。英国啊，是法国啊，是德国，啊，因对台湾无管司法管辖权，所以因遐法院也绝对袂甲咱收惊，吼、哦。啊，即、這个咱的诉求是台湾国际地位甲台湾人权保护的诉求。因为国家免诉的关系，你袂当个人这个美国这个国家，啊、所以咱必须将以台湾人权保护这个诉求来上镜，结果美国甲咱收镜哈。好，来，台湾有难，美军驰援。你注意看，2009年8月7日这个莫拉克风灾，马英九通令各驻外使馆不接受外国的救援了，伊讲钱来，人免来。我你看，这個人有够爱钱的。好、哦，啊，佮有意，有意思要予中华民国，唔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解放军，借这个机会要入来台湾。诶、欸，啊，美国也不是省油的灯，美国有2000几个工作人员伫台湾，拢咧收集情报的，因谁知影，谁报登了美国？哦，美国国防部就随，哦，派军机、军舰运送。救援的这物资来台湾，我以前就有一个 C-13 栋，吼、哦，这款的大只无人机，载足的迄个塑胶帆布，吼、哦，迄类的防水帆布，吼、哦，来台湾。啊，真趣味哦！一般美国若要对外救援，美国有一个美国救难总署，拢是这个美国救难总署咧统筹运作、分配工作，结果。美国向台湾地理当局讲：，恁台湾，我要去给救灾，啊，恁的救灾单位，看我的救灾单位，对口单位是我的国防部，哎、欸，但不是美国救难总署。为这点来看，就知影讲，台湾是美国国防部下的美国军事政府咧掌控的，吼、哦。所以台湾有啥物需要救灾，美国是派军队来哦，吼、哦。啊！这印证美国还阁是旧金山合约第23条，哎，台湾主要占领全国哈、哦。啊，你要想军机敢会当随便出入人个国家的领土？袂使嘛！我记得3个月前，伫叙利亚外海，土耳其一架战机可能飞了较晚，还没有进入因个领空哦，都有叙利亚用防空飞弹甲拍落来。何况这是真正一个背离个家人的领土，个降落啊！哈。啊，过来咱看，今年5月20日下晡，美国的军机佫再一次降落伫台湾。但这只是伊个军用的行政专机啦，哈。这是747-400型、737-400型在改啊。OK。啊，载什么人呢？内底就是，哎，美国派。担任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哦，罗斯雷廷纳，这共和党籍，率领国会议员团来台湾祝贺马英九连任台湾治理当局的局长的登基典礼。伊是台湾治理当局的局长，哈、哦、，OK， 啊，真趣味哦。美国啊，马英九的就职典礼是在时啊。啊！你最近的飞行器是下晡较高，啊！这
做无生意嘛吼。其实美国袂使出现伫迄个就职的场合嘛，所以毋该从家己下步发教。就我头拄仔讲的，啊，美国的官员不可以跟中华民国官员斗阵。OK， 好，去年三月日本的核灾吼，啊个tsunami吼。美国伫三月十八撤侨来台湾，吼、哦，迄阵是三月十五，中国上惊死，伊上大声撤侨，啊，法国嘛撤侨，啊，因撤侨去中国，吼、哦，本土，啊，法国撤侨去因法国的本土，啊，有一部分是去韩国，啊，是安怎？美国哪会？吼、哦，你看，美国 AIT 的人亲身走去咱的桃园机场。底下设海关来审查因的侨民，吼、哦，为日本来的侨民的一寡证件，甲办一寡手续。啊，中华民国的海关靠边站，闪一边去。OK， 好、哦，而且那美国他也不会就近撤侨去伊的美属关岛，还是伊夏威夷州。啊，美方进 AIT 进行至桃园机场自设海关。这是依据《旧金山合约》第二十三条 A 款，美国是主要占全国。哦、你要注意，就是讲美国开始偷鸡，中华民国只是以鸡排的心头呢。好、哦、，OK， 啊，台湾是美国境外的国内，啊、哦，以所有的美国法律可以在台湾实施，哦、包括台湾关系法。啊，台湾关系法是美国国内法，美国进行订立。而且实施拢毋免跟咱台湾人参详，吼、哦，比如头家想要做啥，伊就下命令讲啊，你这伊甲做做者，吼、哦，直接命令，无咧讲我来跟你参详，啊，我要来安尼做好唔好，无啦吼、哦，啊，这是美国是占领方，吼、哦，伊是上位阶嘛，啊，咱是被占领方，上下位阶关系，哈、哦，这点咱来搞清楚，咱莫常常讲，我喜欢那美国要安尼。比如说他的头家要伊要安怎，他说了算嘛，啊！啊，你看美国是安怎会当自设海关？海关是一个国家主权行使的象征呢，啊！啊，你讲政府的海关拄到握有，吼、啊，握有是非拥有，握有台湾主权之美国无权对丧失执行管辖权，好、啊，都蒋介石，啊，包括伊落来这些总统。拢只是你甲看做讲，美国的麦当劳总公司派一个总经理来台湾麦当劳分公司做总经理来管台湾分公司的业务。啊，这个总经理若做无好，美国麦当劳总公司因为董事会开会，那会当甲你革职掉，吼，会使甲你辞掉。啊来，啊美国。是干那握有台湾主权哦，握有不代表拥有哦，就是讲，干那讲咱伫街路看人男女朋友手拉手牵着握有，握有不代表拥有，人不一定要给你哦，对不对？啊，搞不好人伊讲我要嫁予日本朋友，啊，就要嫁予美国朋友，啊，好，啊。握有台湾主权的美国，哦，嘛，唔是，欲握有台湾主权的美国，这个中华民国联邦政府是无权对丧失经管辖权，所以呢，海关爱靠边站，就是安尼，哈、哦。等于讲，咱呐，哈，咱若要转来咱厝，咱到咱门口锁匙也就拍开就必入去啊。咱敢得去问边迄只咱饲的狗啊，讲，哎，哥哥，啊，我要入去敢会使？唔免嘛，哈、哦。对呀，哦，看门狗无权审查主人。OK， 好，第二项，咱看2008年初，迄阵马英九已经选到中华民国总统啊，哈，迄阵玉山四号政经兵推，阿扁也邀请马英九要来参加，但是马英九拒绝，但是 AIT 的官员，诶，处长杨处理，跟美国的官员，美军的官员，坐迄个。云豹甲车，就这边横山指挥所观察视察。这个
红山指挥所是等于最高阶一个总统的指挥所，哈、哦，敢会当随便予人入去？尤其佫是有军人，哦，迄是毋是？若毋是跟咱友好的国家，还是伊是咱的头家，咱才有可能予入去。那有只看呢，看会出来哈。就、哦、迄人，南海的太平岛，中华民国的立委，伫今年初啊，哦，超低调。赴南海太平岛宣示主权，啊，结果要宣示主权也无记者随行。吼、哦，哎、啊，过暗时啊，前一暗暗时啊，偷偷摸摸走去屏东的机场，伫遐过暝，透早安尼四五点趁天夜未光飞出去，偷偷摸摸，讲这有在咧宣示主权。吼、哦，啊，因要求讲，爱去甲海军陆战队重新返回。吼、哦，因为进前是海军陆战队伫遐。固守啊！伫李登辉迄个时阵，啊，改用海巡署的诶人员伫遐咧守，啊，有一挂重装备迄个军事设施拢撤退啊！哈，无较早有迄个设海虫束飞弹，哈，啊，即个因着要求讲，爱去重新又装置海虫束飞弹啊，还是刺针飞弹，哈，但是迄个 AIT 甲反对而作罢。那 AIT 名义上只是一个民间单位呢。但是伊个权大个，一个国家要哪布置伊个国防，竟然有权力来个牵干涉啊、哦、？OK， 过来，迄个美国下令多销流亡中华民国国会的各式军事武器啊，咱、哦、来看哈、哦，这今年四月份呢，汉光演习，伊这个 logo 拢无去啊，哦，拢糊掉去啊，好吧？啊、哦，这个要去有一点痕迹了哈。哦啊，这个同款，这个痕迹还佫伫个吼。啊，这美国甲下令，你爱甲这武器遐 logo 拢爱摕掉，遐好国威吼会好。啊，这是美国讲的，美国所讲的恐怖组织三要件哦，恁因国务院甲你讲的，伊讲第一，唔是国家；第二，有武器哦，你讲唔是国家，宾拉登唔是国家，那是。宾拉登有武器，吼、哦，啊！伫当地征兵，宾拉登用伊个回教的教义、伊斯兰教义，叫当地遐人，哦，来参加伊个所谓圣战组织，哈、哦。好，啊！你即马来个倒边看中华民国，头拄仔讲个，鲍威尔讲个，国务卿讲个，中华民国唔是国家，中华民国有武器，佫是你美国卖伊个，啊，是咱台湾人纳税金。去付钱的，哦啊，讲个，哎呦，佮叫咱去做兵，啊，这个、叫咱去做兵，这是违反国际战争法。哦，咱比占领者无咧替占领者做兵的啦，哈、哦。美国去甲伊拉克拍败，你咪军事占领，敢有叫伊拉克的人来做美军？无呢，因为你若分武器给伊，伊绝对摕你美制装备来甲伊拍的，哈、哦。啊，所以。伊叫咱算讲占领军，叫咱比占领人去做兵，这唔对的。包括美国去占领琉球，哈，1945年四月节占领琉球，伊嘛无叫琉球人去做美军，哈。拍者，这个我爱去讲者，咱台湾人真有够衰。你也想，咱去做兵，其实台湾是美国第一岛链吼，为南韩、日本、琉球、台湾、菲律宾，吼、哦、一直到落去到澳洲遮，这是美国的岛链第一防线。那么咱台湾人，这个前等于美国的台湾等于美国的前线，啊，咱台湾人去做兵，啊，佮开钱买武器，来替美国顾大门。佮家己爱炸便当，啊！你看有空间无？吼、哦，照讲是你美国搞占领，你爱负责台湾的安全国防啊！吼、哦，我来看台湾朋友佮金马加入 WTO， 是美国协助，佮会当以独立分离关税领域的名义加入的。哦、啊，这独立分离关税领域的意思就是军事占领区，哦，拢叫做独立关税领域，哈、哦。
那么阿扁啊，伫要下任以前有刺射飞弹，引起美国的关切啊。啊，你啊看，这2010年5月26日啊，上新的一个迄期的国防新闻周刊报道，前总统阿扁啊，伫下任前一两个月，捌下令刺射一粒的中程的飞弹，但是随引起美国的关切。一名美国的国务院的官员特别来到台湾，向中华民国的国防部查证。啊，咱前的国防部部长蔡明宪讲，美方对台湾刺射飞弹真关切。一名美国国务院的资深的官员，过一礼拜就来到伊的办公室，问伊有刺射飞弹无？啊，这个国防部长讲，阮干那刺射尔啦。阿未生产，啊！蔡明宪阁甲美国这个官员保证，台湾的飞弹是用来防卫，而不是攻击。咱家己做啥物飞弹，啊，要安怎利用？啊，都要甲保证讲，我未杀这去拍人。哦，啊，你开遐侪钱是要创啥？你研究这个飞弹是要创啥？啊，好，受到美国管制。啊，军事武器发展的有韩国、日本、台湾，啊，这三个国家拄好，拢是迄个美军解放的哈、啊。台湾也毋是国家啦，哈、啊，拄好讲唔对。第一，伊所关键是啥？飞弹的射程。到顶个月，韩国本来伊的飞弹敢来这样射300公里，一个航程呢。那么顶个月，美国核准。韩国会当做800公里的飞弹，啊，这是韩国安尼三要求四拜托，安尼都用要归了安尼，美国较答应。好，那么包括核武的研制，拢嘛爱和美国管制。你看咱台湾迄阵有一个张义县事件，吼、哦，就是迄、那个咱的国科。哎、欸，啥？专门研究咱的武器的，迄个中山科学院的款，好。那么，咱有偷偷啊，算蒋经国偷偷啊咧发展核子武器，啊、特别成功啊。啊，迄、那个核武的研究所迄个副所长就是张义宪，啊，这是美国派来卧底的 CIA 的人，啊，所以伊把一寡资料抓在。准走去美国，甲美国报这个代志。啊，美国随派人来查封，我该拆的拆，该查封的查封。啊，你啊想，一个国家的这重要的这个核子研发单位，会当美国安尼随便入来就甲你查封，甲你管制起来，哈、啊。过来，暂时军事指挥权，咱以韩国做例，韩国的指挥官。是韩国人，哦，军队的指挥官韩国人，啊，副指挥官是美国人。平常时拢韩国的指挥官咧指挥，但是若真正发生战争，是美国的副指挥官起来咧领导。啊，本来是今年4月份，美国就伫两年前就讲啊，要甲美国的唔韩国的军事迄个指挥权。要交返给韩国，结果去年发生迄个天安舰，吼、哦，即、這个爆炸沉了这事件，韩国准唔敢接，准阁讲阁加几年，你较嫌我即个军事指挥权，哈、哦。好，咱小结就讲，美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一切拢依法行事，哈、哦。那么，美国总统是受国会。甲法院的监督，美国总统唔敢违法哈，因为违法有可能抓去关哈。国际社会拢了解台湾的真正的地位，干那咱台湾人都被蒙混在鼓里面。头拄啊种种的迹象来证明，美国一直咧军事占领管辖台湾哈。美军从未离开台湾，只是一直占领中。美军。其实还有很多在台湾，你重要的这个
电监站，还是这个雷达站，拢要美军的人咧操作，只是伊无穿军服，伊敢若穿便服，所以你无感觉讲，哎，我敢无看美军啊？今日来探讨台湾要哪主题建国，有这个模式，咱来探讨哈。咱首先来看古巴建国模式。古巴是美国跟西班牙的1898年的4月5日来宣战，好、哦、啊，差不多3-4个月，西班牙就投降啊。那么，因伫1898年的12月7日签一个巴黎合约，好、哦，西班牙放弃古巴，类似台湾哈。哦割让菲律宾、关岛、波多黎各和美国，但美国协助古巴在1902年5月20日，和古巴独立建国成功。好，那么古巴跟台湾的境遇比较，哦，拢是因为合约被放弃，但是古巴已独立成功，那么台湾到今嘛地位未定。啊，古巴原来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啊，台湾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啊，因为干那殖民地才会当割让，啊，那日本固有领土不能割让，所以只能放弃。好，好，啊，来看菲律宾的建国模式。好，美国跟西班牙签这个巴黎合约，为西班牙手中取得菲律宾。受制于非独之反抗军游击战，哦，咱台湾有台独，菲律宾嘛有非独，哦，所以非独一直要建立菲律宾国，啊，结果伊拢去突袭美军，去骚扰美军，啊，美军就派部队去甲追剿，啊，伊就因菲律宾有2000几个较大的岛，啊，所以伊连面走这个岛，连面走这个岛，哈，啊，美军迄个武甲头甲疼甲，尾仔阵甲招来讲来，你搁我管10年，吼，哦。啊，这10年恁的自治期哈，那好了，我甲主管领你，哈，互恁建国。但是中拄啊1941年，美军迄个日本兵去攻陷马尼拉，日本就是派为戈宾地区派临时战斗机，去甲迄阵麦克阿瑟拄啊伫遐做总司令，甲伊的克拉克空军基地的飞行机拢歼灭。取得制空前料，开始塞船啊，载高沙义勇军入去到菲律宾吕宋岛。啊，美国伫吕宋岛有一个大基地，啊，几啊名迄个美军。啊，伊头前三面是海，后壁有足悬的山。美军认为讲，因绝对为海面攻起来，所以伫头海边啊拢做足地迄个布防的对个。结果无想讲，拢像咱台湾的高沙义勇军。这厉害，为后山真正潜入，甲因无几礼拜就甲因拢包围拢掠起来，好。啊，所以麦克阿瑟准甲这个攻陷马尼拉了，麦克阿瑟甲菲律宾总统炸造吼，一个咧尼米兹，一个海军的一个船逃亡去到澳洲，所以。我咧想讲，麦克阿瑟是安怎会派蒋介石来管台湾？伊就是讲，刁工要叫蒋介石来甲咱糟蹋，因为这条冤仇，咱台湾人互伊做无民主，伊做总司令，管菲律宾迄个日本兵要占领，啊，上大的原因就是高沙义勇军，啊，佮为台湾背起无人机，所以伊一个占领了，第一个签署就是叫蒋介石来，哦，啊，咱台湾准今天还有报着这个台湾吼。好，啊！伫1947年7月7日，伫美国的合作下，菲律宾独立建国成功。吼、哦，啊！你甲注意看这个7月4日，这意义足重大大个吼、哦。这个是美国的国庆日嘛，7月4日吼、哦。啊！美国伫2010年的7月7日嘛，替咱伫华盛顿特区设咱个。台湾民政委办事处，哈、哦，底下挂牌，啊、哦，所以这意涵大家都会想看嘛，哈、哦。好，啊，咱来参考立陶宛的建国模式，哈、哦。伫第二次世界大战了，这个立陶宛拄啊伫个苏联的南边，哈、哦，西南边，
啊，所以结束了随后，苏联甲并吞。但是因个民间议会伫1990年的3月10日宣布独立，但是国际社会咧观望，伊讲啊，当恁这毋知独立真啊，独立假？哦，迄阵苏联哦，还阁算用的呢。哦，但是苏联因个军政府嘛有办选举，但是立陶宛的国民应该抵制军政府的选举。啊，所以伊个投票率差不多30几尔，吼、哦，无超过一半，这个选举就无效，吼、哦。啊，所以因尾啊，都这国际拢无承认苏联对立陶宛的合法统治性，哈、啊。所以1991年的9月7日，因立陶宛完成独立，哈、啊。啊，苏联看迄个办者嘛是只有率先一个承认，哈、啊。啊，咱今物来个讨论讲。立陶宛抵制选举的意义啊，包括咱参选中华民国联邦政府这个选举，咱去投票，伊这个后果哈，都像今年1月14日，当你摕到迄个身份证，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去到投票所甲领迄个票，啊，伫你自由意志之下，你甲当票投票出来，结果。即咱干那摕中华民国的身份证，你比你干领迄张选票，咱就输一半，安怎？你承认你是中国人嘛？你唔该摕一张国民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去干领选票，好、哦。啊，而且是帮忙他冲高得票率，因为呐，哦，国民两党拢哦差不多2%尔，来回1%就赢，互你夹卡，啊，造成吼咱有危机感。因拿军的啊，一大堆人拢冲出来投，啊，咱这边啊，拢冲出来投，啊，所以近摆投票率拢伫咧70%上下，吼、哦，迄种伫国际上来讲，拢做完的，吼、哦。啊，其实另外立陶宛人因无抵制投票，啊，你甲想，咱如去甲投票，总共赢，咱嘛是伫中华民国体制下，会做流氓政府的总统，啊，输，你嘛是同款伫。流氓政府的总统下骹服管就马上就安尼，好、啊，所以你甲卡米参加投票，只是让他合法性，因为有70%的投票率啊。啊，国际上来看，讲、嗯、啊，恁家己欢喜甘愿的啊，恁遐侪人50%以上拢要选通牌的马上就，好、啊，所以国际上想帮忙也帮不上忙，啊哦，啊，咱甲看，国共甲民进党上惊啥物？就是流氓总统的选举投票率低于50%，安尼国际上就会讲，安尼你中华民国在台湾没有统治的正当性啊嘛，台湾人不要你管啊，所以拢不爱去投票啊。OK， 好，所以咱本土台湾人应该爱抵制任何中华民国流氓政府体制下的国级的选举。啊、来看琉球反乱模式哈。琉球在1950年2月29日成立琉球民政府哈。啊，本身这个政府嘛，行政、立法、司法三权拢有哦。哈、啊，这是因琉球人管家己管哈、啊。因为美军是外国人，因讲英语的，啊，拢食汉堡的，食牛排。啊，日本人是食沙司面，哈、啊。所以。语言阁袂通，啊！你看因日本赛车，因是右驾啊，韩道路是正边，啊，美国韩道路是倒边。我所以语言袂通，啊，做者行事的方式，哦，因的生活习惯拢无同，所以造成做者直接对立的纠纷，哦，甲对抗。啊，所以所有根据国际战争法，拢爱伫君主政府下骹成立民政府来管因当地的人，吼、哦，家己管家己，安尼较无纠纷啦，吼、哦。好，你看，因1948年到1958年，用美巡军票来代替那个日币，哈、哦。但是伫1958年以后，就用美金啊，哈、哦。1972年，伫琉球反乱进程，琉球人要去日本本土。哦，就是要去四大岛哈，包括到九州四国哈，本州者爱用美国琉球民政府所
发的旅行证，才能出于这个琉球这个国境哈。我按照看，这个是琉球列岛美国民政府所发的旅行证明书，就是类似 passport。比占领区，因为不是一个国家，所以袂使用 passport， 干来一定用旅行证明书哦，旅行证件。哦，啊，这就是咱即马民政府原来要求美国爱发落咱台湾人占领区的旅行证件，就是类似这个 travel document 哈。啊，这美国国土安全部哈，伊委托啊一个人一个官员摕来给咱看，咱以后可能类似这个形态哈。啊，你甲注意看，伫1971年6月10日，美国甲日本签琉球缓和协定，就是讲美国跟日本政府协商，日本政府要甲琉球收回来，啊，请美国开条件，讲请问美国政府，你爱我爱付出啥物代价，你才要甲琉球还给我日本？结果美国甲开讲，你爱付我$320,000，吼，哦，啊，这条钱付了。所以就签这个琉球缓和协定，在1972年5月15日，尼克森政府把琉球缓和给日本，啊，这属南洋岛啊。啊，注意哦，没有办理公投，在军事占领地无咧办公投的哈，这个相抵触哈。军政府有最高的军权哈，最高高权，他说了就算啊。所以虽然琉球民政府有立法单位，因所立出来的法，爱阁送予美国军政府看，美国军政府看讲 OK， 签署靠会当实施。但伫实施中间，若发现有损害到美国的利益，美国军政府会再把不合乎美国利益的条文删除掉。哈，好，啊，咱伫60几年来，吼，近67年来，伫中华民国国民党的教育下。咱介个台湾人拢要教做，我是中国人，哈，哦，爱认同中国，哈，哦。那么，如果咱来个看讲2008年，啊，迄，那个贾中廷，看马英九算2010年，今年小迄，那个小英看马英九算，这个，甲当作统独公投来看，伊结果是变成讲统派的台湾，好，哦，你好像。小中廷输200几万票，啊，小英输80万票。那么，这因国外咧看，是恁台湾人同意要做统派的，吼，哦。所以，你若要做统派的台湾，啊，即马你和中国合法甲你并吞，国外无得插手呢，因为恁家己公投通过啊，这是民主合法的程序啊。好，哦，啊，所以。台湾人吼，你若不小心吼，咱真啊，估计算是合法可能的吼。迄，哦，个时阵，若美国甲日本想要介入，嘛足歹插手的，因为这是台湾人的选择，啊，民主的选择。后壁的因素因是民主立国吼，民主自由立国的吼，因无多干涉是咱台湾人的沦入勇士浩劫，无多变心吼。哦啊，咱那独立建国了后，咱有啥物责任甲义务，啊，有啥物风险啊？探讨。第一，咱台湾人爱纳税，哦，啊，咱台湾人爱做兵来保卫台湾，哦，啊，佮纳的税爱来买军事武器，兵拢爱家己买啊，吼，哦。尤其伫阿未你拄啊独立，阿未入联合国进程，咱爱致力防止中国武力并吞。其他国家无法理嘛，无义务出兵干涉。OK， 啊，咱即马来用东帝汶独立建国来做例啦，哈，哦。OK， 东帝汶，佮边啊都好玩啦，一个罗马国家，跟台湾介类似。你看，东帝汶伫1975年10月18日为葡萄牙独立，成立东帝汶民主共和国。那么，伫阿未来得及加入联合国，伫独立高岗后，迄个马上迄个印尼甲入侵，啊，并占领。1976年7月，成为印尼的一个省，叫做东帝汶省。啊，啊，之后的这20年的中间，统独抗争，啊，
所造成差不多10万至15万人的死亡。在1999年的8月30日，在联合国的监督之下，举行全民公投，吼、哦，这个有成功了哈，伊、哦、真正就为印尼独立建国。好，啊，伫公投了，甲同年9月份，还一个月的时间，印尼已经台差不多1400万人的当地文人，并摧毁了大部分当地文的基本国家设施，啊、哦，造成到今仔日当地文还阁是全世界最散的落后的国家之一，大部分的物资要由国外来援助。好、哦，啊，这款的独立的结果，感觉咱要爱，好、哦、，OK， 好，啊，咱过来比较一线之隔，哈、哦，以新墨西哥州甲墨西哥国做比较，这个墨西哥国。啊，这个墨西哥州，这个德州，哈、哦，啊，来比较看嘛。你要想，啊，因这条线哈、哦，美墨边界，就是拢墨西哥的人拢想办法要偷渡入去美国，因为美国的生活条件较好，就业迄个几率较有，啊嘛较好趁食，哈、哦，所以墨西哥的人拢一直要偷渡入去，哈、哦。啊，这个表示啥？这墨西哥州也是由美国军事占领了，哈、哦，较变成人美国的一州的哈、哦。啊，迄个占领煞较幸福呢，大家拢想要走来遮呢，哈、哦。OK， 啊，那美国甲加拿大这个边界，因这两个国家拢民主自由的国家，因为水准条件拢差不多，都无听讲人咧偷渡，哈、哦。OK。啊，嘛无啥物严密的防卫，讲有哦重装甲在边界咧巡逻嘛无哈。OK， 好，啊、来比一海之隔，共军占领中国，跟美军占领台湾，你也比较。虽然咱有那方占领，啊，尤其阁是敢那一个三流的国家来代理占领，我们至少还活得比他们有点尊严。OK， 所以。十几年前，迄阵阿强个闽南籍不是飞台湾有无？拢投诚来有无？啊，作者中国个劳工女孩子拢往那偷渡来台湾哈，因用卡当作选票哈。OK， 啊，台湾那伫美国军事政府下骹管辖下来自治，我头拄讲个免做兵，哦，免税，哦 ，OK。啊，免买武器，吼、哦！国防军费由美国来负责，剩落来军费来建设台湾，成为东方的水师理想的家园，哦，这毋是足好，哈、哦。OK， 好，啊，咱即马来探讨以台湾的名来申请加入联合国，吼、哦，还是因中华民国联邦政府因所谓反联，咱来做一个分析，哈、哦。要入联合国的资格是以国家做基本的单位，吼、哦，你一定爱是一个国家，才会当加入联合国。啊，咱台湾敢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唔是嘛，吼、哦。因咱来甲看这个，咱是毋是一个国家？有一个四个认定的标准：第一个，永久的人口；第二个，有固定的领土；第三，爱有政府；第四。爱有外交权。好啦，你即马看，即马咱目前伫台湾遮人口，咱摕的是中华民国的身份证，吼、哦，毋是台湾国的身份证啊。所以遮人嘛，毋是台湾国的人啊。尤其咱本土台湾人，咱是日本的臣民，咱的国籍应该是日本国籍啊，只是现在被悬置啊。所以美国判咱台湾人无国籍啊 ，OK？ 这个领土，咱搭这块土地，还阁是日本天皇的啊，唔是台湾国的啊。啊，即卖政府，这是中华民国流氓政府，嘛唔是咱台湾人的政府啊。啊，你讲含国外有23个国家，即卖剩差不多剩21个有邦交，但是你甲看因的建交公报是中华民国。含啥物？遐南太平遐小国啦、诺鲁啦，还是非洲遐啥物？
小国家吼，迄足侪苗啊，记无啥会解 ，OK。拢像即款呢，咱叫是讲看个，咱个性拢有，个性台湾咱拢有，其实拢毋是咱的名哈，对毋对？啊，这就敢若咱敢若会当讲，咱是列是一个准国家尔，还没有真正是一个国家。啊，咱要加入联合国，我定用一个例，就敢若讲。敢若咱要火箭事务所签收人证同款，或者加入联合国，类似安尼啦吼。就你甲一只狗，你若甲穿西装、拍领裤带，啊手甲牵咧，去到火箭事务所讲要甲签收人证，有成安尼无？足成诶！啊，真台湾有一个姓罗吼，毋知啥物光吼，伊逐年拢会带人去联合国啊，拢等于像咧牵只狗伊啊，讲要加入联合国。要清洗文件齁。好，其实咱台湾目前的地位就是日苏美战齁。台湾目前敢若是一个地理名词呢，还不是一个国家。其实咱台湾若要建国有五个步骤齁。啊，咱独派拢有五个步骤，阮第一步就要跳到第五，中央遐拢不要依照国际法来处理齁。啊，咱来探讨有对五步。第二就是讲，要有美国军政府入来台湾，啊，终结国民党的政权，吼、哦。啊，咱民政府，和咱民政府主体，啊，要依据琉球返还一个模式，台湾返还日本。啊，了，咱返还日本了，咱来要求日本的美国来制定分离条款，来做法院。有这个法院，咱较有资格公道来。决定未来，好，这个公道，咱即马来看讲，即个美国选举，波多黎各嘛举办公投，讲因是毋是要成立美国的第51州，哎、欸，投票通过哦，吼、哦，但是真可惜无效，是安怎？因为美国的参众议院没有制定一个法律授权那个波多黎各。类公投，所以因家己所办的公投，美国不承认。好，这是没有法院就没有效果哈。啊，如果咱啊，头拄迄五个步骤拢有完成，啊，咱上尾迄个公投，嘛有三个选项啊。你是要继续做美国的，不做日本的一份子，继续日本管。啊，是你要独立，啊，你要中立，吼、哦，这拢会当你选，你家己来选择，吼、哦。啊，如果咱啊选择51%个percent的人通过讲台湾要建立一个台湾共和国，吼、哦，那安尼成功，吼、哦，咱就会当依照这个公投的结果，啊去甲联合国申请，吼、哦，会当就会当加入联合国。Okay. 好，啊，咱今麦过来用中华民国流氓政府，伊要用。重返联合国，重返啊！咱来检查看卖哈。首先，咱来看1970年10月25日，联合国的2758号决议文，伊内底意涵是讲啥？伊是讲，甲中国的代表权，这个蒋介石的代表，从联合国驱逐，哦，包括各国际组织的单位。啊，敢若驱逐蒋介石的代表，啊，你甲想，迄联合国内底可能无啥电来换，好，伫联合国迄个刀啊，啊甲流氓政府迄个中华民国迄个名牌，啊甲伊啊拢啊伫个呢，只是迄个伊啊换人坐嘛，啊换啥物人坐？换毛泽东的代表嘛。中华民国也无离开联合国呢，要滴个啊，只是代表人换人哈。好、哦、啊，所以你讲啊，遐都原地倒者中华民国，啊，你即摆要搁杀者中华民国的珍珠牌，要搁入去，这不合逻辑啊哈、哦。你本来都伫遐嘛，你也无离开啊，只是换人坐尔哈。好、哦，啊，伫国际法的规范的定义内底，中华民国伫1949年10月7日已经亡国啊嘛，好、哦、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啊，所以伊已经无法度代表中国哈。啊，伊敢若像金门马祖，伊是一个残余国家哦。讲35间百货公司安尼，输甲剩2间分店啊。好，啊，你看，中华民国已经死啊，要安怎还人？啊，一个死人，你要过去甲清身份证？好，啊，台湾国还袂出世，要安怎入联？吼、哦，一个死啊，啊，一个还袂出世，吼、哦、，OK， 好，啊，咱就来讲三个精神病患兼医生这个故事哈。好、哦，反正我啉一下茶。有三个精神病患啊，关伫精神病院内底哈。啊，每三个月，因就甲放出来，迄个精神科医师者，佮重新评估，看因这三个月是毋是有较正常啊？好、哦，啊，即摆即个医师就进来，恁来坐了之后哈，我问恁问题哦，伊就带一个白白白顶完，画一片门，佮画一个喇叭锁，啊，甲因先讲，啊，恁若就你讲恁好个吼，恁会啷个出去啊？哦，两个装起来都。两个抢迄个门把都大开，开几波开袂开。啊，另外迄个坐伫遐拢无咧叮当，拖咧笑诶笑诶。那医生讲，啊，这个较正常，这个有救哦。医生讲，诶、欸，啊，李太无爱出去啊。伊讲，啊，迄两个痟诶，啊，锁匙伫我遮无甲我摕锁匙，要怎出去？哦，啊，这个搁较严重。哦，啊，本来就讲这个要有救啊。好了，咱即摆检查这三个，这三个拢无认为讲有病，对吧？啊，头前迄两个冲去开门的，拢较无台湾意识，人少的就惊，吼、哦，无独立思考能力，无逻辑观念，吼、哦，可能是较属无党无派的。第三个咧吼，是独派人士，自认为握有台湾独立建国的钥匙。啊，你不算我，要算上啊，阮这栋上大栋啊，吼、哦，敢若认为讲独立建国，敢若因会当做呢，别人拢袂使，吼、哦。啊，这个医生是咱民政府的成员，啊、哦，以拥有正确国际法理、哦、能眼观察并医治生病的台湾人。其实咱台湾人吼，中国民党的毒足深的啊。好佳哉吼，我无啥会晓读册，所以我中毒较浅，所以我有救。啊，你若像咱秘书长，就是伊啊足够读的，读到超脱国民党的这个掌控啊，徛伫顶悬咧看国民党咧变啥棒，伊这是已经夜班出来的，佮较厉害啊吼。你就爱讲咬咬卡，已经会当看出。国民党的这个，哦，伊的这个错误的一寡，甲咱教这物件吼 ，OK， 好、哦、啊，人即马我记一个讲，啊，人即马拢用电子密码锁啊，啊，你大独牌遐传统的锁匙要怎开密码锁？吼、哦，敢若知影密码的咱 TC 伊的团队，才有机会用国际法律，国际法律就是敢若密码吼、哦，来和台湾加入联合国，啊，变哪入联？哦，秘书长讲个讲，咱去予美国占领，啊，咱就要求美国，予咱用副会员的身份加入，啊，拢免武遐有诶无，美国主动替咱处理，哈、哦。啊，那去年去参加 WHA 哈、哦、诶大会，啊，美国诶这个卫生部长伊讲，台湾诶国际地位诶认定。是我美国来认定的，对不对？什么都美国说了算了哈。Okay. 好啊，理想建构台湾未来模式就是，伫美国军政府下骹，咱台湾民政府来台湾驻地。好、哦、啊，立陶宛模式也是哈，琉球返还模式还在。好、哦、啊，跟日本结盟为邦联或者是联邦嘛 ，OK 哈。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3点的时间已经到啊。
后壁讲袂了的吼，咱需要咱较过来探讨。吼，我今仔讲到遮，多谢各位，多谢。谢起立。今日各位先等一下哦。来，各位同心。